各位读书读到脑充血的朋友， AI 老师来了。 ChatGPT 这周悄悄更新了一个叫做学习模式的新功能，不是让你偷懒直接问他题目然后等着他描图答案的那种，相反，它是要你跟着 AI 一起苦中作乐，一步一步解题，一起去烧脑。直接实测给大家看，打开 ChatGPT， 在工具区这里点开，可以看到多了一个研究与学习。它的功能解释非常感人，它可以帮你拆解复杂问题，用简单的方式一步一步教学，备考学新东西，搞懂你一直不懂的那些问题，都可以帮你 cover。比如我给他出了一题超经典的数学题，题目是这样的：小明到书局买书，小说120每本，漫画80每本，他一共买了5本书，花了520，那请问他买了几本小说几本漫画？不愧是学习模式，他先告诉我可以用代数或代方程式的方法来解题，但是呢，我们要一步一步来，先熟悉的方法去思考。而且他只给了第一步，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他先告诉我们可以用代数来假设小明买的多少本小说和多少本漫画，而且中间呢，他还问你跟不跟得上，如果你跟得上的话呢，那我们就开始思考下面这两点，让我们先自己算算看，然后把两个金额呢写出来告诉他，他再告诉我们下一步怎么走。那如果我只知道小说总共用了多少钱，但是我并不明白漫画总共用了多少钱，那我就把我的疑问告诉他。同样的，他也没有告诉我正确的答案，而是用提问的方式来引导我一步一步的往下做题，还给了我一个小提示。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奇妙？它不会直接把答案砸在你的脸上，而是像补习班老师坐在你的旁边，一边教一边问你会了没，下一步你知道怎么做吗？根本就是 AI 装成数学老师在旁边陪着我做功课，而且他还不会生气，也不会骂我。这功能我觉得对学生来说真的很不错，尤其是那种想学但是呢又不想一直死背公式的人，蛮适合拿来当练习用，搞不好是未来 AI 教育的方向。 AI 补习老师24小时都在线，不会骂人还有耐心，那些外面的补习班是不是要小心了？影片结尾是我最近看到的一些 AI 广告大片，分别是一则家具广告和汽车广告，完全是能和顶级商业广告放在同一个档次，光影细腻，材质和动态真到让人怀疑这真的是 CG， 绝对值得大家一看。
Do you remember when owning one was just a dream? When the idea of going anywhere felt like escape, not reality? That kind of freedom, the one that lived quietly in the back of your mind. Now, it's parked right outside. And the world is waiting.